哦，来看一下钓友回馈的哈，8800，哦，大麦，哦，这个那种涨点，哦，22只，哦，还拢上隔壁，哦，啊，好的部分哦，还有那个买果子去绑八连钩啦，哦，伊讲流水也高，伊真正有礼拜哦，无敌，哦，钓35只乌。跑了，从台中跑来嘉义啦，讲等你台鱼啊，台甲要好。哦，那昌哥，哦，讲涨满退到3分，哦，三分到平水，哦，拢袂歹，我那钓解济啊。啊，我那三哥哦，够认真啊，你看遐饲料，唔知敢是遐规地遐讲哦。啊，唔过哦，我越来越进步了啦。啊，从刚开始学不会钓开始，一直问我。那赖董艾文也是哦，他说要换冰箱的，22的满了哦，要换35的哦，讲今日钓37只，哦，啊袂记你翕相啊，连工叫你翕只，哦，啊平常日就是，哦啊假日哦大家去钓鱼啊，啊前爸无爱参恁抢啊，哦只好大厝，白日要来下狗啊，钓足啦，哦，今仔日阁白甲手疼。别紧，白鹤甲恁夹去，互恁钓较爽了。哦，啊有需要的要试看卖，甲伊找哦。哦，啊上个礼拜有讲嘛，上个礼拜就是啊假日让大家去钓啦吼，啊所以隔天礼拜一我有去试啊。哦，那今天来这个钓点是，哦听讲。其实我常经过了啊，一直没有来钓啊，都有人在钓哦啊，因为最近听说这个点很红啊，哦，好像有人就是有来拍哦，那我想说来朝圣一下啦哦，那就来钓看看，所以假日就给你们钓，因为人都很多啊，我也不想来挤哦。那我们就来钓礼拜一平常日哦啊，今天我也不知道来要钓什么流水啦，反正就是来了就钓哦。那一样啊，就是先把的阿大要钓住，该用的钓啊啦。啊，铅的部分很多人常在问，哦，找能量的。这个大应该是较无流水啦，无流水应该是两半就会使啦。不要紧，哦，反正这个场很深啊，哦，这个场很深，所以应该有。2米半、3米有哦，哦，退流水拢够2米外啦，哇，你啊中较高的时阵，3米外要4米哦，还蛮深的，所以深长的话，其实鱼的拉力等下会很爽，然后哦就先试钓看看啦，啊看有诶就看有啦，知影点诶就来啊吼，啊钓点还是不要公开啦，因为这样人都很多，啊看有诶你就来，啊也不要再问了吼，啊这个已经有人。公开了，哦，啊那刚旁边就是这里的管理员有讲了，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来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水门上面啦，哦，那边还是蛮危险的，哦，还是就是来在旁边钓就好了啦，哦，那也造成他的困扰，哦，他就是有被，因为他也是因为假洋偷刀嘛，那个薪水哦。所以嘛，真困扰吼，因为影片出来有被上级就是，被上级责骂了吼，所以还是在旁边啦，因为那个水门上面哦，离水面太高，万一不小心摔下去或怎样，其实都很危险的，或是有破坏到那个哦机具啦，哦，所以来就是。来圣龙鹤啦，哦，大家来就是拉爽爽就好了。你看，蛮那样的。其实今天我觉得应该，这鱼啊真正袂少呢。我第一回来，哦，其实经过很多年的啦，啊，这个点一直都知道，啊，常常会经过，啊，但是就是，都唔知安怎的比袂少袂来钓吼，哦，啊，因为最近就是热门钓点啦，哦，啊，没有来钓就觉得怪怪的，所以。
啊，加上太久没钓石母鱼吼，伊阵仔拢钓蚵仔较济啊，因为石母石目鱼我感觉较少，都袂啥会钓。吼，啊，即阵仔顶阵仔拢钓蚵仔，所以嘛是来邀一下石目鱼，大家看一下。很久没拉了，爽一下。我觉得今天运气不错了，流水可能对了。小嘎的呢，这个来开始打料哦，就是拢回回啊嘎啦，啊今五点外到，啊钓场无人，吼、哦，今日拄啊好跟隔壁一个婚姻来哦，阮两个包场啦，啊这个电影包场应该很难，啊可能礼拜一的关系，大家都去上班了，啊我们就趁早上有时间哦，我就来玩一下，好、哦、预计也是玩到九点，哎你看。哦，这支打钓，那支搁钓啊，盖无用过来啊，钓两支的好处，盖无用。啊，你若游袂离，你钓一支就好啊。啊，你若人伤侪，咱嘛钓一支就好。我、啊、是今仔无人，咱钓两支搁袂个样，不会去影响到别人，莫甲拍钓较好啦。吼、哦，钓鱼离还是要有吼、哦。你也会袂会啊？另外，哦，这种同时的，哦，这连伊嘛别烫的款。真好耍、哦、一直都没有来啦，啊，唔知只只好耍啦，哦，哦，趁恁拢无用的时阵，我较紧来钓，啊，恁有用的时阵，拢互恁钓，我来你看一看，哦，这种深水的哦，好用，乌龟鱼呢？啊，乌龟鱼只细只又只大，我迄有好干奈，怎啊嘛是规支拗落来，所以你看，哦，先霸主还是很强啊，常常咧钓乌龟鱼。我都无要来钓乌龟鱼，今天目标还是石目鱼。好，开始算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无流水啊，吼，负担我着用较轻的啦。啊，你隔壁迄支阁游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你包乌龟鱼无用，阁唔残。哦，先甲钩岸啦。哦，钩岸甲钓鱼好去撞，啊，走位着煞，也不用想太多。啊，鱼再钓就有。但是你也功夫较好靠的吼，大只的先游啊，小只的藏的，哦，这支应该较大只。啊，游一支拢无这个困扰。好啊好啊，有过会听好啊，等下游看卖啊，敢有走？你讲计无用的，想到家足无用。我看五哥啊，凹个安尼，真正走得爽。啊，不过我个啊银白个袂开，所以这嘛是输的。三百二，鱼体也都还不错啦，都接近，应该都还有快十几两块一斤了。该只拍钓咧，哦，食了新的拢说清楚，哦，这种。没有流水的地方哦，一拖开袂遐大烂哦，就是扑当深的、深的、沉的、沉的，你都会当钓。啊，你若流水大时吼，其实我咧钓就是只要用我的钓组几乎拢拖去啊，啊拢钓咧，哦也不太会脱钩啊，我钩啊足来，哦，迄拢有经过，袂用一个钩啊拢淘汰了哦，嘛做过足侪实验哦，浪费足侪钩啊。好用的一支就好啊！你看撩就是爱认真讲，哦，你撩讲我知哦，你免惊伊啊！啊，阮两个包场啦，所以即区拢阮的。撩认真讲讲个准，啊，即无啥流水啊，所以讲浮动边就会使啊。好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所以钓这种主钩。主钩钓法哦，其实没有很难啦、啊，啊就用对东西哦，啊找对点，哦应该都钓得到啦，啊就假使穿落钓吼，啊你像这钓组遮长哦，你也夹底钩啊，就无啥适合嘛吼，因为你钓组海歹海吼，所以这种深度还是要15尺以上的，我、啊、像隔壁迄个朋友讲伊用18尺的惯性哦，伊嘛钓到真好，哦啊15尺的咱来。钓组较有够长哦，你浮单要搁往上抡嘛，较会使哦。哦，来去看搁钓，这真正拉爽爽的。
啊，恁有闲才来啦，毋茫来遮看人客哦。因为这是最近的热门钓点啦，应该大家伊个影片拢看过。因为我来遮，咧隔壁的人拢有人咧讲啦，管理员嘛咧讲啦吼，讲迄个我嘛是看影片来吼，啊，毋过这个店我知影足久啊，我只是拢无来钓。来，你来，紧来，还忙个耍手机啊，我较认真嘞。这个加拉爽爽来紧钓，认真钓，了认真呀，了买落来就是要鱼食哦。你要来个饲个大只，别人要哪会当有着大只？所以来就是料唔免省哦，啊嘛免夹甲规地啦，我你规地来吼，因为那食了伤饱，哦，就是少量多餐啦，啊食饱就对啊，哦，啊透早当来吼，咧入楼啊，应该入两三点钟啊，状况还不错啦，哦这个流水应该是刚好，哦啊鱼啊鱼啊，哇蚵啊嘛介济哦。你看，可能搁着钓两支啊啦，真落啦，先甲教完咯，落去啊啦，哦，搁滴啊，落去，心侪落去，无要紧，鱼足够慢慢钓着有啊。你看，鱼走袂离啊。我这较细只。高箱岸你看休袂落，嘛是咧北啦，所以你看，狗仔伤好啦，鱼仔拢食伤多，无爱土锅啦，要爱土锅毋土锅，用土锅饲北就好，免目睭。过来，小可心尔。这个我想就是鱼仔钓伫个较底啦，吼，伫个浅的部分啦。伊浅的部分因为伊较底吼，啊，因为咱的沿较重，所以咧拖较无遐大力啦。啊，尤其佫是乌啊吼，所以就不当心的心的尔。啊，你若食较顶悬哦，迄不当就是一个就拖去啊。这线去溜到伊的鳃啦，哪卡着？哦，所以拖过去嘛无效。这爱用。手套，哦，用你的啦，用你的线拔开，哦，这安尼就无法度，你看溜着西啦，不过还好啦吼，线哥有够用啦吼，五号卡网的，所以鱼仔会食，佫无啥会断，无你看你溜着，有当时溜的线断去啊，无断。所以这钓组吼，线组拢是爱试过、经过，然后经到拄啊好，鱼仔要认真食，线阁无啥会断哦。来，阁来，阁来。哦，普通拢看了介清楚个，大概就是当多去看一下啦，讯号，哦，这个都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啦。就是，因为重鱼的数量够啦，所以它的讯号就要特别都不一样的，你可以去观察。过来啊！你看，小可走咧弄咧吼，弄钓的啊。所以你讲鱼竿好钓，好钓。去钓钓拢无漏塞啊。只是即摆拢袂爱钓伤久啦，啊，就来伊啦。拉到爽就回家了啦，也唔免讲过几工啊。但是你钓鱼像咧，足侪朋友拢台中来、云林来啦吼。我钓鱼拢台中来、云林来，迄都爱钓几工啦，无一撮工啊远钓，较袂。
伊也无改大只，因爸就好，哥啊嘛是拗甲吼，定哥啊都安尼。啊，你啊伤软，就是爱老王，啊，你老王当啊伤软，就歹，歹因爸。两支轮流啊，再较细只，啊较细只就拢搁甲放着。啊，大家独大只你嘛烦恼啦，这可能钓两点钟啊，都要转去啊，吼，因为冰箱满。搁咧教，小可啊咧拖丢丢丢啊，来，搁钓吼。哦，免怀疑啦，鱼啊都是真好钓吼。哦，大家。其实这阵子哦，新手很多啦，那很多新手也都找我啦。那问一问，讲一讲哦，其实他们都还进步蛮多的啦，因为都还是会钓得好不好，都还是会传照片给我看哦。啊，因钓了好，其实嘛挺欢喜啊。我落去吼。哦，啊，摕我的钓组去钓嘛，袂使漏开啦，吼，嘛是爱钓欢喜啦。哦，啊，慢慢啊练啦，自然就会愈来愈进步。啊，信号一定是比咱一般的钓组的信号会较济啦。哦，哦，足济人用过了，伊拢讲回不去了啦。我甲伊讲咯，啊，不然就用家己的就好啊。哦，嘛昨，哦，昨天呐，昨天来前天。有一个钓友就说：“赶快啦，那个赶快给我寄来吼。哦”啊，都无用吼，这个摆较无用啦吼，白袂离啦，啊袂较惊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家己拔个啦，就是赶快一般的珍珠啊吼，嘛毋是用我的特选珍珠啦，就是一般的珍珠伊家己拔个，吼啊赶快来钓点啦。即马去吼，讲紧甲寄来啦。伊家己北个吼去钓一只，啊用我个拢钓十几只，可能拢游了足爽个款。我讲好啦好啦，假日甲你赶赶个吼，甲你寄去。我讲吼，你上好是一届订一年份啦，我来甲你北一年份吼，你较免真烦恼吼，无钓错人钓。啊，反正这个物件也袂歹啊啦吼，啊无浸水也无啥，伊也袂生身啦，啊藏下了了啊用啊，伊就讲好啦，毋啊真诶假，哎我是，我呾别伊个，别人着拢无时间通别别人个吼，有够用着好啊，大家都分享得到啦吼，就一人几组吼，多钓几只啦，没有再说啦，你看像安尼钓是毋重要。啊，这支就是普通白起吼，该钓暗的啦，试看卖啊。那个可能要大一点，应该是乌鱼，一斤上的啦。较大的歹用吧，还是好济个。硬要钓当时也是落去啦。啊，这拢环境拢较深嘛，所以。嘛是爱十五尺以上的水域边较好服个，边个钓足好心要过来投互咱本地个朋友。今日我看今日嘛钓了袂歹，鱼啊赶转去嘛是拢爱迄落啦，哦，做林长做里长啦，我等下嘛要转来做林长做里长，哦，厝边啊有两三户有缘户啦，哦。啊，阮兜鱼阁足济啦，所以就都送一送。第一次来，不知道鱼好不好吃啊，反正就他们如果有反馈好吃哦，再来钓。啊，不然钓一钓就送人。家里冰箱目前还不缺鱼，就是还蛮多的。
哦，所以你看，钓暗的钓浮灯拢会晒到，哦，只是它那个钓组呈现的角度不太一样而已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无同款的方式啦，啊，就那鱼无啥会加，先得试看卖啊，啊，每个钓场都会试看看不一样的方式啦，看鸟况，我要钓过一次，我就知道这里大概状况要怎样啦，嗯，来应付啦，哦。好，啊，个改等来补档啊。补档起角度就是比较上层，然后上层就是石木鱼会比较多一点。啊，不过我看今日食石木鱼嘛是食真深呢，哦，嘛是有咧捡料啦，吼，啊，你若像这赛事拢袂歹，真水啊。那鱼龙很有力啦，蛮爽的啦，哦。哦，来啊来啊来，你看，哦，丢丢丢拢掉的，哦，这就是无流水的信号，就是安尼。有流水的信号，你看飘的哦，那不是该拖在隔壁，哦，拍夹啊，啊，不然走咧龙。哦，我无卡电话来，袂记你甲我讲啥，哦，所以你看，一手拿电话，一手。把鱼仔挽落钓哦，啊无用人去教，等我讲了才来教，应该袂走的。哦，讲了讲了来，哦，电话先收起，讲电话足够钓鱼。你若迄落伫钓场袂佳时阵哦，你著叫恁朋友紧敲电话互你哦。电话也直定啊，嚷嚷嚷鱼啊，都拢有听到伊在来食。屡试不爽吼，哦啊，你看拖咧龙，哦，我看我有遮济，你嘛无一定爱来食啦，因为这确实是食流水的。我，哦，这个是礼拜一钓的啦，23号。啊，后来礼拜二我去打疫苗，啊，疫苗打完哦，就不出门了，就是还是在家里休息啦。啊，所以。其实我礼拜五有来，但是礼拜五的流水，拜五的流水吼，就是离楼底个楼底两点钟前五点外先是楼底退楼，哦，退楼楼底前两点外两点钟啊，七点外楼准备八点楼底，啊有来试，哦啊，迄阵大概现场五个人在钓。哦，阮对楼底从两点钟起甲入楼，点半钟，哦，反正就起甲到得甲九点啊，九点通啊。哦，这个流水哦，同款这个点，阮全部的人拢无加班的哦，不管你聊安怎拍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哦，前一天下晡有落大雨啦，像个泄洪台啦。啊，我唔知影跟这敢有关系哦。但是因为水门有开哦，所以水性嘛无真好啦吼，哦。水性无真好，哦，所以拜五来饲，其实大家拢无食半个，我就收啊吼，哦。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钓场的整个流水跟鱼的状态啦吼。所以唔是逐抓来拢钓有诶，吼，哦，所以你昨甲今仔日来钓诶吼，你也是透早吼，哦，今礼拜嘛，昨甲今仔日来钓吼，就是流水应该透早流水应该是跟我拜五钓差不多啦，所以你讲敢会食，我嘛毋知敢会食吼，反正你来钓你也知啊，啊你若有食你较甲我讲一下吼，哦，嘛是食流水啦。所以试唔到嘛是无效哦。啊，礼拜刚好来第一次来就遇到这种好流水哦，所以钓侪是正常的，加上鱼也有礼拜哦。
其实边个钓友拢会，因较常来咧钓啦，拢来钓过来抓吼。他们其实对这个就也大概都知道吃的时间啦，吼、哦，哦，食较冰过，不等冰过，我一条较大粒的，哦，因为一日甜起来吼，愈来愈深啊。啊！你看到这鱼啊，遮敖遮游走袂离吼，啊，恁应该手搁上吼，哦，袂歹哦，拢喷喷的，家己自动脱钩，吼、哦，免拔手上去、哦。看到咧游的这个感觉，应该手会盖上啦。诶，大家来嘛，要常常拄到咧食干的吼，啊，我是较常拄到啦。钓久啊啦，钓上个状态就是去钓完了就知啊，哦，都知道状况了，就是啊没去过了，去一两次大概就知道那个点的状况了，啊鱼有没有进，哦，哦消息就要灵通一点，这样出门钓哦，特别迄个，拢啊是用有出来钓就好了啦，反正就大家。假日就出来哦，轻松轻松啦，舒压舒压，然后钓鱼人不是就有看到水，看到海，看到鱼啊，哦，疏解一下平常的工作压力啦。一个人在海边静一静哦，在水边钓钓鱼其实都不错。哦，差不多啦，哦，又该坐啊，哦，先收一支开好。我们也无用，搁钓一个特别来收啊，都不会钓太久了，九点多应该就回家了，要爽到就好了，然后太多回去也不好处理啊。对面有一个在钓，哦，我看应该是毋捌有钓到鱼无，无啥印象，好像没有，还是一两个。哦，我迄经验已经钓到手酸啊啦，迄经验超过40个啊啦。哦，放起的鱼嘛真侪啦，我晓得大概放了，早上到现在大概应该放了十几只有。放了十几只啦，啊，冰箱内底唔知有偌济，我等下看一下。会食一支就好啦，吼，也是足够食啦。所以今仔是食几路个啊，我过来你看，灰灰啊加啦，吼，啊有些时间点就很快啦，吼。时间点就是迄个时间，拄啊鱼群到吼，咱游足紧吼。钓友拢讲啊，看改天能不能放那个，就是真实呈现，不要剪片的，就是从开始钓到结束啦，可能都要三四个小时，然后我们要打开看也伤忝的。但是看这种。诊断式的哦，可能会比较大家比较有收获啦。就是新手的话啦，啊，你老手常在钓就没看没关系啦。啊，会比较有收获，是因为你会看到诊断，不是大家看到一直钓鱼一直钓鱼哦，你会看到规段诶影片哦，人是安那钓的啊，就是这个过程哦，就是有鱼无鱼的时阵啊，等的时多久啦哦，啊流水吃哩多啦，哦啊伊拢在创啥？迄环节内底有迄落秘密啊，你唔知啦，我唔知咧变啥梦迄款诶。很多钓友还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啊，脑袋里想什么你也看不到啦。啊，其实剪片都是剪重鱼的时候拉走，
看是足爽啦，哦，所以我再想一下要不要放这个，哦，啊，因为这一片鱼量还蛮多的哦，这样三四个小时看下来，看还袂无聊哦，足侪钓友讲要看那个真实呈现的，哦，先看他爽爽剪过的啦，哦，我再来看一下，哦，那个怎么整理，我再放上去给大家做参考，哦，啊呀，喜欢看就看啦，啊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哦，不爱看嘛，不要紧，啊，这今天的机会，哦，同款48日的冰桶，看起来无足济对无，哦，其实嘛有半桶起来的，哦，半桶外，哦，早时啊，哦，早起来，拢搁早营养品来咧啉咧有益啊。啊，再今仔日来喜欢哦，提当个厝人，搁算一个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，嗯，挂五波有25只啊，啊，放弃的十几只，所以今天应该有40-50个，哦，40-50个啦，哦，啊，我刚啊出去钓。才3-4个小时，3个多小时而已，这样就很舒服的啦，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好，啊，谢谢大家观赏啦，啊，喜欢的还是订阅巧克饼哦，看他前八哦，钓丝木鱼哦，好，谢谢大家。